车，骑人家一个车，一坐车跪的撒不定。嗯。没有窟窿了吗？你这儿有没有流动？有流动了吗？嗯。这是一流动一次多少钱？你看多远了？多远是不是？嗯。几公里范围之内？都得到那个市政府啊。啊。这都十块钱。哦，那要是到火车站那片儿的？火车站也是十块。十块？那中啊，那一会儿给你，我给要你个要你个电话。那不用手机。好。一般的都跑到汽车站，熟人拿东西都是十块钱，也不会多呀。中，可以。嗯。一般的火磨了都去不了，火烧了去。了解。嗯。那个在你这个位置桥头儿看好。嗯，可以。大北郊的都跑到这儿，是、啊，嗯，王府井，哦，永远的得随便回来，那是，这是这东西，这是手艺，大北郊的永远跑到这吧，嗯，歇了十天跑到这，万一这是真工的，人家都要给他要二百多，嗯，我这一百多，真空产。嗯，我要上你们真空胎是不是没有内胎了？没有内胎。老师修一回五块钱可以。机长那个车，嗯，是这个正二街门口的有个修车的。哦。他说那不严，我也上这儿来吧。